瞬间宽敞多了呀。把家里收拾完，我又去买了一些过年用的装饰品，红果果，这边还有一些灯笼，然后这是过年要放的烟花，烟花视频的话过年的时候再更新啊。目前的话就还有这边这些拆出的好卡没收拾了，咱们就下集视频更新收拾这些卡的视频吧。